宝宝，宝宝。毛泽东其实透过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，一步步咁令到中国成为共产主义理想世界。但呢个理想系咪真咁容易达成呢？呢个理想系咪真系适合中国呢？其实世界各地都有推行共产主义，但成功嘅例子并唔多。喺1871年巴黎公社只系维持咗短短嘅73日，就宣告失败。曾经系中国嘅学习对象，苏联，因为过分。